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GNC48 Team G Victoria G 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可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有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八，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欢迎各位前来观看 GNC48 Team G Victoria G 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允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等易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可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有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八，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各位前来观看 GNC48 Team G Victoria G 公演。在观看演出的同时，请注意以下事项：一，请各位观众听从工作人员指示，凭票依次入场，不要拥挤，并对号入座；二，严禁携带任何易燃、易爆、有毒危险物品、刀具、金属器械、易碎品等危险物品进入场内；三，严禁携带未经主办方授权准许的横幅、标语、旗帜、条幅以及其他用于宣传物品入场；四，严禁携带灯牌、纸板
等亦遮挡他人观看演出的物品入场。五、严禁携带任何可用于摄影、摄像、录音的设备入场，如有携带，需寄存到指定寄包处。六、严禁用手机对任何演出内容进行任何形式的摄影、摄像、录音行为。七、请勿在场内投掷任何物品。场内严禁吸烟，严禁踩踏座椅，不得翻越隔离措施。八、不得以任何方式干扰演出的正常进行，严禁观众之间相互谩骂、攻击或故意制造事端等过激行为。九、如在场内发现违禁物品或违规行为，现场保安及工作人员有权没收违禁物品，或请有违规行为的观众立即离场。十、请大家妥善保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如手机、钱包等。十一、请大家爱护剧场卫生，爱护剧场人人有责。以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请大家耐心等待。我是 GNZ48 Team G 的李珊珊。
快步继续前进，不经意能听见轻快的这是我一点点的愿望。
见你消失中，真实与谎言交错，关掉紧闭背后失落的迷宫，没有谁能代替我找到出口。疼爱围绕像层层的枷锁，渐渐失去自我。无尽的夜空，星星轻轻划过我心口，此刻梦想在错过，那失去的美梦正等待绽放美丽花朵。廉价的语言耶、yeah! ！大家好，我们是 Gen Z 48 Team G。感谢大家前来观看 Gen Z 48 Team G Victoria G 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 ！今天我们的 MC 话题是：小时候你有什么认真相信过的谎话吗？通往幸福的口号是芝麻开门。好，大家先把手上的晾一晾。
家好，我是 GNZ48 Team G 的林芝，你们可以叫我朗子。谢谢大家来看 Victoria G 的公演。耶！谢谢，就是小时候被骗的谎言，就是大家就是看过我直播的人都知道，但是没看过我直播的人应该都不知道。就众所周知，我叫灵芝，但是我还有一个小名叫做灵犀，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因为你即将在灵河西工作。不是，是因为我从小，因为我出生是个女孩子嘛，我家里人就很高兴。那现在不是了。就是因为我奶奶生了三个儿子，然后我家里生的全部都是儿子，刚好到我这就是女儿，我奶奶就特别高兴，然后就给我取一个多好多好的名字，然后我就有一个小名灵犀，一个大名灵芝，一直到我读小学。从小学我报名的时候就一直用灵犀这个名字，我妈妈在我小时候总是打我，就是从街头打到街尾，整条街都认识我，被我妈妈打。然后我就有一次很生气很生气，她把我脸打毁容了，然后就我就跟我妈妈说，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她说你不是我亲生的，她就把户口本丢给我，户口本上面有我爸爸的名字，我妈妈的名字和灵芝的名字，就是没有灵犀这个名字。我就问我妈妈灵芝是谁，我妈妈说是你在浙江的弟弟。因为我叫灵犀，我没有在我名字不在户口本上，而且一直小学我妈妈，因为我四岁半就读的一年级，所以我读小学是，对，就是我读小学是没有用户口本报名的，是走了关系报，就是一直。灵芝你不得了啊，原来就是我，你进来的时候马上要去查你家的关系了。对，原来你是个有背景的女人。对，就是那个关系还挺大，就是校长、老师、主任、班主任都是我的亲戚，我都完全。那是你们家的学校吧？我都完全不行，在上课偷懒。然后我妈妈就说：“对啊，你有个弟弟叫灵芝，在浙江。”我就说：“难怪你总是打我，因为我在小时候，我妈妈总是给我买男孩子的衣服、裤子、鞋子，就是奥特曼，好，就是那个怪兽。”奥特曼怎么了？不是买奥特曼，他是买怪兽的那种，吓死，就是吓死人的那个怪兽印在我的鞋子上。然后我妈妈就说。然后不是新衣服都有标签吗？就是我的衣服是没有标签的。我就问我妈妈，为什么我的衣服也没有标签，还是男孩子的衣服？我妈说，因为是你弟弟灵芝穿过，不要再寄回来给你哥哥。灵芝不是你哥哥吗？弟弟，你弟弟穿过的衣服给你穿啊？对啊，你好惨啊！就我妈妈是这么跟我说的嘛。然后有一次我就去外地，就喝结婚酒，我就说我一定要找到我亲生父母，我就离家出走。一直到了我初一拿户口本去报名的时候，老师说来灵芝过来报名，我就很难过，我说就算我是我妈妈捡来的女儿，也不能只让我弟弟读书不让我读书吧。然后我爷爷才跟我讲了这个事情，灵芝就是我，我被我妈妈蒙骗了11年。我妈妈现在肯定在看直播。对，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G 的罗海月，感谢大家前来观看 Victoria 鞠躬演，谢谢大家。耶！锤死你，过分，谢谢大家了。
然后就是说小时候信过什么的话，其实我小时候好像都没有什么被骗的经历，因为就小时候比如说妈妈说什么吃了泡泡糖肚子会被粘住啊，或者是说吃了西瓜籽会长西瓜，我真的把嘴张开晒太阳，因为我都吃过都没长，所以我就不相信。而且我心想要是真的能长西瓜以后我都不用买了不是更好吗？然后我小时候还做过一个实验，就是学前班的时候老师说圣诞节圣诞老人会来给我们送礼物，大家想要什么就可以说出来，然后小朋友都在说我想要什么我想要什么，然后我就在心里默默地想，如果圣诞老人真的存在的话，就算我在心里想想他也会知道，然后我就没有说。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到处找到处找，我都没有礼物，我就发现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但是唯一一个我跟黄楚英一样到现在都信的就是在室内打伞长不高，长得高，我也不信。我觉得，我觉得他肯定在室内打高，我也不信，是真的，我就经常在真的长不高。哎，听我说，是相信是吗？所以你没有在室内打过伞？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我在我还没升格到狙队，没有在这里撑伞跳过回旋处的时候，我1.66米，然后升到狙队的时候，我已经长高2厘米，1.68米，说不定你原本是可以长到1.8米的。对，就是因为我跳了回旋处。天哪，狙队害我！我还没，我才14岁还是多少岁的时候就开始跳，就开始在室内打伞。我害的最惨的是大乔。天哪，我也是长不高。但是他都没有，我跳了整整快两年。这就是你没有你妹妹高的原因。哦，我知道为什么我进狙队还妹妹比你高。我知道，我也知道为什么我进狙队还在 Monkey 长了，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没学会回旋处。哦，是。你好了不起哦。对。好了不起。对，然后其他的几乎我就没有相信过，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GNZ48TMG 的张琼，大家可以叫我搜搜或者琼琼，谢谢大家来看今天的公演。耶、谢谢。哇，今天我来南方好多呀。对，然后我小时候被骗的经历，就是我小时候我就不爱睡觉，所以说在睡觉方面我妈妈就经常骗我。我小时候不睡觉，我妈妈就会，那个时候不是每个人家里都会有座机吗，然后她就会拿起电话说她要打给110，然后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重案六组，我妈一说打110我就会脑补就是家里出现那种戴着头盔然后那种这样拿着枪的人，就这样子指着我，然后就会很害怕，然后就开始哭，然后哭着哭着哭累了就睡着了。然后或者就是我小时候喜欢看阿童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阿童木它10点钟才播，但是我小时候8点就要睡觉，我就跟妈妈说，妈妈到10点阿童木播的时候你把我叫醒我要看，我妈就说好的好的一定叫醒你，然后就一觉睡到了天亮。就感觉我小时候都没有意识到，就是我小时候没有意识到我妈没叫我，我长大之后我回想，哎，我妈那个时候没有叫我起床。哎，对，然后就是我被家长骗的经历，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GNZ48TMG 的徐纯，欢迎大家来观看 Victoria 街公演以及收看直播，谢谢。耶、
好，谢谢，谢谢。徐楚文，谢谢。徐楚文，谢谢，谢谢。徐楚文，谢谢。耶嘿，耶。就是小时候我一直以为我是捡来的，因为小时候大家女孩子爸爸妈妈都把你们当女孩子养。对，你呢？我就把我当男孩子养了。我也是当男孩子养。我幼儿园的时候你还要当吗？啊，从小培养的气质是吗？你本来就是。不，小时候我一年级还是幼儿园的时候，你相信我的谎言是你是女生吧？他们给我剪短头发，然后还给我穿那种补丁裤，我以为他们是不愿意给我穿裤子，所以我问我妈妈，为什么你不给我穿裙子啊？然后我现在才知道补丁裤在那时候还挺潮流的，我以为那时候妈妈给我穿破裤子，她不舍得给我买新裤子新裙子。然后我问我妈妈为什么呀，她说因为你是从垃圾桶旁边捡回来的。我妈也是这么说。对，然后到现在还是懂了，因为我跟我妈妈风格还挺像的。我妈妈觉得现在是被培养出来了，彻彻底底的变得很帅气了。对，我妈妈小时候也是短头发。我小时候是光头。我小时候也是光头，好巧。头上长痱子没办法。对，然后我妈妈可能没想到长大之后可能就真的也不是真的，就是踏上了这条不归路。对，也不是不归路。妈妈，我会留长头发的，就这样，谢谢大家。不要。耶、yeah! ！爱家生活，白的回家。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G 的曾爱家，大家可以叫我咩咩，谢谢。耶、yeah! ！经过生活所洗的，并且能被我能养，幼稚园的小朋友，孤独弟弟找到。谢谢，谢谢，耶、yeah ！然后就是首先说，就是我小时候光头嘛，然后我就是小时候就觉得女人非常不可靠嘛，就我妈妈老是说一些谎言对我，她以前就所有人都会经历过的事情，就是家长说要帮你保管压岁钱。但是从什么时候我开始彻底知道一定不会是我的，是有一次我下楼，就是他们的那个鸡麻那个麻将在楼底下，我就很难得会下去看他一样。然后到了半夜的时候该吃汤圆了，我们该吃汤圆的时候，于是我外婆就说，哎，佳佳你快把那个汤圆拿去给妈妈吃，妈妈肯定很开心。我说好，然后就拿着汤圆下去。然后我那个时候我下去的一瞬间，我看到我妈妈用手从我的红包里面抽出钱来准备给别人。然后我当时我就一下子我就很凉，我心里面就很凉，我终于真的知道了我长大之后这些钱是永远看不到了。反正那个时候就可能妈妈是找你借的呢，她当时就是这么说的。没有没有，妈妈在帮你投资。对，她当时说的是要帮我，她说妈妈借你一点钱，长大之后就还给你。然后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反正女人的嘴骗人的鬼嘛。好，谢谢。耶、yeah! 接下来有请下一组小伙伴吧。耶、yeah!今天票是黄总卖的，小安的被窝里。大家好，我是 Jenny Forte Team G 罗可佳，大家可以叫我小安或者可佳。感谢大家前来观看 Victoria 鞠躬演。耶！没有，谢谢大家。哎，谢谢，谢谢你从刚才第一盘每个人都喊了，然后。
我小时候认真相信过的谎言应该是吃口香糖到肚子里面会把肠子粘起来。然后我初一的时候有一次军训，我为了不军训，我就把口香糖吃到肚子里面了。然后我跟教官说，老师，我把口香糖吞下去了，我要去医院把我的肠子解开。然后他就罚我们班跑步了，然后我就很生气。还有就是我小时候没有被骗，但是我爸让我把头发剃成光头，我说我不剃，然后他趁我睡觉的时候把我头发剃了光头，然后我还没有发现，不是没有发现，我没有睡醒。然后就这样，谢谢大家。耶、我们要熟的是亲情、友情，还有陈佳莹。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G 的陈佳莹，大家也可以叫我小家伙。感谢你来观看我们 Team G 的公演，请多多关照。耶、谢谢大家，耶、yeah ！陈佳莹，嗨，你好，谢谢。陈佳莹，嗨，谢谢，你们好可爱，嗨，谢谢大家，谢谢，耶、yeah ！然后小时候受到最大的谎言是，妈妈的谎言说，她有一次就很小的时候跟我说，只要你乖乖的，我下次就来看你。然后她就再也没有来过了。然后这是我受到最大的谎言，不过我还相信她还是会来看我的。然后后来就跟爷爷奶奶一起住了嘛，爷爷奶奶那一辈都是饿怕了的，然后就会要求我吃很多很多，每次都一大碗饭。然后我当时吃不完，她就跟我说，如果小孩子吃饭的时候不吃干净的话，脸上长到后你剩多少个饭粒以后就会长在脸上，然后到时候脸上坑坑洼洼的就会很吓人，然后出去的话会被别人当成怪兽哦，怪物吃掉的。然后我就很害怕，然后我就每次都会吃好多好多好多饭，导致我现在就很健康。对，然后就是这样子啊，谢谢大家。耶、yeah ！出门之前照镜子，新的一天要上色子。大家好，我是 GNZ48 的 Team G 的李珊珊，谢谢大家来看我们 Victoria G 公演，谢谢大家。耶、yeah ！谢谢他。第三闪。什么口音？谢谢。耶、yeah ！我从小到大听过的谎言其实都没有什么就是比较相信的，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博学多知又聪明，就很难被骗到。但是说实话，就是口香糖会粘住胃这个我是真的有那么一点点相信的。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我吃泡泡糖，真的大大泡泡糖，然后我在吐泡泡的时候想把它收回来，结果一下就给它吞进去了。然后我就觉得我的人生没有希望，我就是哭着给我妈妈打电话说，妈妈我要死了，你就是赶快回来看看我吧。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离我还离得有点远，就听到电话就怎么，我说我把泡泡糖吞进去了。然后我妈妈说没有关系，从那以后我就知道这个是假的。然后还有一件事就是，从小我被没收压岁钱，我爸妈没说要还给我，他们说我要拿你的压岁钱去买房。然后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家买了套房，我妈妈告诉我说那个房是拿我的压岁钱买的，就说这个房就是我没有、哦、我可以去你家领压岁钱吗？不是骗我的，他们就想把我压岁钱骗走。然后停，不是，然后我当时就真的相信了。然后我妈妈说户口本上的户主也写的是我的名字，然后这个我也相信了。有一次我跟他们吵架的时候，我就说要离家出走，我收拾东西收拾到一半走到大门口，我说这是我压岁钱买的房子，户主也是我，要走也是你们走，我才不走。然后我妈妈
气的就气笑了，然后那一次也没有离家出走，但是也经过那一次之后，我知道了那个房不是拿我的压岁钱买的，从此我就没有底气跟他们吵架了，就是这样，谢谢大家。储藏你们的声音，我就是黄楚英。大家好，我是 Jenny Forty Eight Team 九黄楚英，大家叫我奶黄包泱泱或奶黄酥，感谢大家今天来看 Victoria G 公演，谢谢。耶！谢谢大家，耶、yeah! ！就是小时候相信过的话，就刚刚像韩月说的，就是在屋里打伞长不高，这个是相信过。但是后来长大之后就觉得好像也就这个高度了，对，然后就没有去太在意。但是我小时候真的相信过吃西瓜，然后头顶会长牙，然后还有吃口香糖，然后会把肠子粘住。然后呢，我小时候吃口香糖和吃西瓜的时候都会特别特别的小心。然后有一次呢，我就不小心吞了西瓜籽进去，然后我就不敢告诉我妈。然后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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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突然间想起来，然后我自己头上也没有长牙，然后发现就是假的，就是后来就没有太去在意这个了。对，就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邻家小妹在哪里？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G 的林佳佩，大家可以叫我塔塔。谢谢大家来看 Victoria G 的公演，耶、yeah! ！终于祝愿两头堂，众多粉丝手同堂，何时播出太漫长，明日祝愿先观赏。林佳佩有空就来房间看看我们吧。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我有个朋友说好喜欢林佳佩哦，你哪个朋友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对。然后我小时候相信过的谎言就是粤语，用粤语讲就是“讲大话甩大牙”，然后就是翻译过来就是。就是如果小孩子你撒谎的话就会掉大牙，对，然后但是什么什么就会大牙、哦、最大的那颗牙里面的牙齿，对。但是呢经过我幼儿园的读书之后，我知道是正常人小时候都会掉牙的，然后呢我就不相信了这个道理，然后就是这样，谢谢。耶、yeah! 又是学就会灵，大家好，我是是谁？没有，我在看相机。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G 的薛林，谢谢大家前来观看我们美秀亚区公演以及收看直播，谢谢。耶、yeah! yeah!。小朋友的求知欲都很强，然后我就问我妈妈，你们没有问过吗？就是你是十万个为什么算不算？对，就是你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妈就讲得特别真实，就是我们那里有个医院，然后我妈妈说，然后医院门口每天都可以捡到小朋友，然后她就在那里捡了一个小朋友。然后我就想了很久，我就觉得还怪有道理的，因为那时候特别小。然后我就看了看自己，因为我小时候又很黑又很胖，然后我跟我妈说，你眼光真不好，你也不剪个好看一点的。然后我妈回答我，她说太黑了没怎么看清。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小时候骗我，哎我刚才要说的我忘了是什么来着，你好好想想。我想想，你可能是用心许愿出来的。妈妈哦，那还不如充话费送的呢。想得起来吗？想不起来。那就算了。
了吧，就这样，谢谢大家。耶！请大家欣赏接下来的小伙伴的自我介绍吧。耶！请问你不要走。一个福两个兵，我是你的福兵兵。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G 的福兵兵，感谢大家来看 Victoria G 公演，谢谢。耶！今天粉丝想送发电女明天生日的约定，努力一定会实现，积水攻上不会赢，福兵兵。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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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小时候听过的谎言，就是你们有听过就是什么牙齿掉了然后你要把它拔出来，上牙要什么扔上屋顶，然后下牙要扔那个什么床底，你们有听过吗？不是，你说反了，说反了。不是啊，没有啊，就是这样，是这样，我听的也是这样。上牙就是屋顶，然后下牙就是床底。但是你应该把你上牙扔到地上，这样才能往下长，要不然你的上牙就长到牙龈里面去。嗨，怪不得我都扔了这么多年了，然后还是没有齐，就是要并着脚的，然后都没有齐，可能是。就是跟你说的那样，就是什么上牙要往下，往下，对，怪不得听一些老人的吹水，对，就这样，谢谢。哎，在的话语作业选的是 G G Bong。大家好，我是 G N C 48 Team G 的朱新，欢迎大家观看 Victoria 剧的公演，谢谢。耶。谢谢富阳。哎，嗨，嗨，哎，嗨，谢谢。耶，我也要说一个关于牙齿的，就是小时候牙口不好，然后就是长了一颗牙，它是就是长的就是往上长的，然后就很奇怪，然后大人告诉我那是一颗獠牙，然后我想了想，我是属虎，长獠牙是很正常的，然后他说那个牙必须得拔掉，不然的话他就会戳破我的嘴皮，然后我就想一下很可怕，但是拔牙的话更可怕，然后这个时候我爷爷就过来了，他说我就帮你看一下，就然后就这样呲着嘴给他看，然后后来就在那一瞬间，他徒手，他这个英勇非常英勇的男人就徒手把我的牙给掰下来了，然后我就当时我都震惊了，我都没有反应过来，他就把我牙齿给掰下来，而且都没有流血，我觉得我爷爷是个非常好的牙医，谢谢。耶！空气中的氧气三零零有叶子。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G 的叶舒淇，感谢大家来看 Victoria 剧公演，谢谢大家。耶！雪冻一米八八叶舒淇，心仪全新双十一，衣服大了不要紧，一天十顿就可以，叶舒淇爸爸就能穿了。我没有事。我觉得我很屈辱。不可以。叶舒淇，我有个朋友很喜欢你。谢谢。无中生有。谢谢。然后就是小时候被骗的话，就有因为我小时候养过两次兔子嘛，然后都
么，然后第一只兔子走的时候我哭得很伤心嘛，然后就一直在闹，然后我爸爸妈妈就怕我，然后就第二只兔子走的时候爸爸妈妈怕我太伤心了，然后就骗我嘛。那天是一天早上起床看到那只兔子不见了，然后就问我爸妈去哪了，他们说因为现在就是不能养兔子了，然后警察叔叔过来巡查的时候看到我们家有兔子就把它抓走了，然后就放到森林里了，然后那时候我相信了，然后就没有闹嘛。还有就是我现在还潜意识相信的一个，就是说摸头和拍头会长不高，所以我就很讨厌别人摸我的头和拍我的头。然后还有就是说要是你被摸了头跳几下的话就还能长高，所以每次别人摸我头的时候我就会跳几下。然后之前灵芝就发现了这个之后，他就说我身上有个机关，只要碰我的头我就会跳，然后他就那段时间经常碰我的头，就很生气。然后就这样子，谢谢大家。耶！大家好，我是 GNZ48 Team G 的梁娇，欢迎大家观看维托利亚鸡公演。耶！比较憨厚懂事的孩子，我们就会每年都主动上交压岁钱，但是被骗的就是真的没有存下来，然后我觉得现在我的压岁钱一分都没有剩。然后还有被骗的就是我上学的时候，然后很多同学他们都说在期末考试的时候都说没复习，然后我和小乔就真的没有复习，然后结果我的运气比较好，我就是上了中专之后，然后我就每次都能及格，但是小乔就会差那么多，然后我就觉得同学不是很可信。然后来到团里之后我还挺小的，然后听信大家最多的鬼话就是我单推你，然后我然后我刚刚进团的时候我真的相信了，然后我就觉得大家都是好人，然后现在我就发现他们的单推都是单数的推，可能有三五七九十三十几，然后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耶、yeah. 请欣赏接下来精彩的 UNIT 曲吧。耶、yeah. 遥远而立，怕它坚强，有什么不能够明了？
笑嘻嘻，被冰霜学习，原来如此滑稽。Don't make it my life, 德国更多，你走你的路。
bum bum ba dum ba dum bum ba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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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m ba拥抱，然后
别冷落他，让心开出了最寂寞的花。越想勇敢越害怕，越要理智越像是太傻，等到无边身影是错的吗？是谁？
矛盾之间，不如舍弃多余的安全，打开亲。
的精彩乐曲有 Luna 双行道、粗心女孩、低烧、要你说爱我、接力占据零，大家开心吗？开心。接下来是直播弹幕互动，来自斗鱼直播弹幕，昵称为莫名喜欢你没有理由的粉丝说， GGB 的低烧对调整身体免疫力有奇效啊，注意心，为了接受你元气魅惑的能量，我心甘情愿发低烧。来自口袋四八，昵称为测测的小可爱的粉丝说，测字，你的甜美可爱的笑容就像一团青春之火，融化在冬天北方粉丝的冰冷和寒意。李珊珊，我好爱你啊，来自哔哩哔哩直播弹幕，昵称为帅帅的熊哥的粉丝说，最近气候变化无常，无论天气怎么样变化，但我对小偶像的喜爱是不变的， Victoria G 们，我会一直守护你们的。耶耶，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 MC 话题。队友对你做过体贴或感动的事情。二，有一部戏让你去。三，王总送给你一台房车。四，体测时发生趣事。五，怎样加上前辈微信。三，你三，好想拥有三啊。公司钱都买不起一辆，你拥有了房车，你的保养费也好贵啊，付不起。我甚至没有钱买车位费，我甚至没有钱加油，就一直跑着，那就把它卖掉，就停到我们中心，跟他说王总的车加油。好冷，对不起。好，大家想选几呢？怎么台上就冷静了呢？那我们就要由林佳佩来哦，那我们就由今天过前两天过生日的林芝来选择 MC 话题吧。耶！快点选，最好在十秒钟内选了。谁带蝴蝶结，谁来选？九、八，选几啊？几啊？七、一、一、六。好，选一是吗？让我们来看一下一是什么。不是我选的，是台下观众选的哈。他怎么没有头像呢？说说队友对你做过体贴或感动的事。磕死我了，磕死我了，磕死我了。好，那我们就从林佳佩开始吧。耶、不是应该从林芝开始吗？因为最近我们有对你做过体贴和感动的事情啊，是不是？那天所以很感动，对，很感动，特别感动，是都哭晕过去了。林芝真的哭懵了。林芝有话说。林芝，你是自己讲还是我来帮你讲？我跟你们重复一下，那天我在声乐课上，我好好唱歌，我唱到副歌的时候，我还问老师，我说老师，我唱上去了吗？老师就这样很凶看着我说，完了，不会，我唱到事实吗？唱的不好。事实就是大家让老师想办法骂。知道。对。然后关键是那天老师说，完了，林芝唱的挺好的，怎么办？事情是这样的，那天声乐课，然后吴雨霏和我就是吴雨霏出的主意啊，说是让老师把他骂哭，然后等林芝哭了之后，我们再端着蛋糕进去祝他生日快乐。然后老师那一天就很努力的在那里酝酿情绪，就在场除了他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但大家都是演技派，也有可能除了我大家都忘了这件事情，反正都表现得不知道。你来演一下我来演一下老师好不好？我来演老师吧。我来演。你就演你自己。不要。好吧，来，你练了吗？你练了没有？告诉我，看着我的眼睛，你练了吗？昨天开始唱的。老师记仇了啊。没练，跟你说了多少次临时抱佛脚，是不是？是不是？看着我的眼睛，去钢琴那里找到音。哪个？这个。唱出来。老师可没有笑场。就是这样的，老师就叫我唱出来。唱出来。唱。哎，我不能唱，我不能唱。好好，随便假装我唱了嘛。为啥不能唱？那不是找到了？我一唱他们就都跑了。不是，那不是一样。
你要唱了，老师下次收拾的就是你。那不是找到了吗？有什么好哭的？你难过吗？你告诉我。不，他是你难不难受？你难过吗？难不难受？不是，难不难受？难不难受？林芝，你告诉我，你难不难受？难受吗？啊，林芝，你难受吗？林芝，我跟你说，林芝，你不要这样，林芝，我跟你说个事，生日快乐。然后那个蛋糕就端起来了，林芝就。因为当时我不是在上声乐课嘛，那个就可以点歌，然后我就拿那个点歌机点了那个生日快乐，然后那生日快乐一边放，林芝一边哭，哭的声音比那个生日快乐歌还大，然后最后老师就不好意思了，就觉得自己受骂的有点太过分了，然后我们就挽留老师下来吃蛋糕，然后林芝给老师递蛋糕就是，老师蛋糕，然后真的太好笑，关键是就是那天林芝唱的还真的挺好的，就老师找不到点来骂他。后来老师说完了，林芝唱的挺好的，怎么办呢？然后老师就努力的把他带跑了。对，唱了首歌把他带跑了，带跑之后说你看你是不是跑了。对，主要是什么，主要是我是倒数第三个唱的，我酝酿好了情绪，唱好了第一句，因为那是一首很悲伤的歌，我不明白，就是歌名叫我现在才明白，一首很悲伤歌，我刚酝酿好情绪，老师停下来让陈佳莹先唱，然后我就惊呆了，我就说为什么会这个样子，主要是最好笑什么，最好笑是我两年前过生日也是吴雨霏找经纪姐姐骂我，我还做了同样的圈套。哎，我吴雨，我跟你们讲讲两年前是什么样哈。两年前是我跟大家一起出去吃火锅，虽然那个是自助火锅只要20块钱，但至少也是20块钱啊。你在那儿吃的自助火锅，就是我们那个后街吃20块钱自助火锅，20块钱也是钱啊，我们才吃了两口就赶紧赶回去开会，然后当时孟阳还跟我说我们这么多人要迟到了就全部都扣你的钱，我好难过，一个人扣50吧，当时有7个人，7×5=350块了，我难过怎么着，凭什么扣我的钱，你这么出来吃火锅你就是要扣你的钱，扣你一个人的，我就在车上一边哭一边难过，然后走到那个，然后经纪姐说还没回来，然后我们就走到排练室，一开门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周总还带了个摄像机拍我，还有周总吗？林芝想我这辈子都不要再过生日了。我一进去我没有看到生日蛋糕，我看到了周总的头，比蜡烛还亮。对，哇，这是我的蜡烛。对，好，那佩佩呢？到你了。我没感动过。我上次不是你让，就是我有一次林佳佩叫我给他19.9块，我给了他20块钱，他说很感动，对吧？对，哇，好感动，抱一抱。Sorry. 你认真想想，你想想你的科，我啊什么？你仔细想想，你回忆的深处，说不定会有一些体贴和感动的事。那许楚文先说吧，你想到了吗？啊，然后你想是吧？你有没有什么队友对你做过很体贴或者很感动的事？队友对我做过很体贴很感动，没什么。我昨天不是我、昨天林芝说陪我去打针，然后我们走到那个卫生站之后，发现我也陪你了。罗涵月是我们半路上碰到的，然后把他抓过去了。说好2:30出门，徐楚文睡到了2:35。没有，是我本来是2点没到就打算起来了，然后没有升闹钟，我又睡着了。就感冒中的人很容易睡觉，很容易犯困。然后我说感冒也挺容易睡觉的。然后我们走出去走到半路碰到罗涵月，然后我们一起去卫生站，卫生站的门口已经拆了，就林芝说如果早来半个小时都拆不了，不可能，看着起码得拆了3小时了，可能昨天就拆了。然后我们就手牵手去吃了铜骨粉，没有手牵手啊，大家不要误会，对，不要误会，没有手牵手，没有手牵手。你也吃了铜骨粉？吃了，我是唯一吃了铜骨粉的，他们只吃了，我啃了2个。他昨天一天哦，想想一个正常人昨天啃了5个铜骨。你生日我还请你。昨天晚上我一去休息室，发现休息室满地的铜骨粉，不是满桌子铜骨粉。我想起来了，林芝真的有对我做过很体贴的事情，就我生病他不让我吃冰淇淋，然后昨天李珊珊带回来2个梦龙。主要是因为我昨天本来买了梦龙，结果我在罗涵月说要上秤去量量它有多重，我说那我也顺便量一量呗，然后我量完之后就决定把这个梦龙送人算了，
然后我就送给了他们俩。然后送给他们俩之后，结果灵芝说许楚文不能够吃冰淇淋，因为会肚子痛。然后灵芝就把那冰淇淋上面那个皮剥给我，然后一片一片的喂到我嘴巴里面，也没有喂。哇！送到我面前，然后我自己拿手指放到我嘴巴。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其实是因为他不喜欢吃那个巧克力脆皮。我知道。他吃了一口就不是，因为狗吃巧克力会死。啊、他就说自己是狗。因为他不是。我想测试一下狗吃巧克力到底会不会死。然后他吃到一半不让我吃了，他就自己用嘴巴叼着那些巧克力，一片片的当着我的面吐到那个碗里面。哦。就吐。好恶心啊！怎么这种事情被你们讲的？快恶心了。好，林佳佩，你想好了吗？林佳佩想起来了。不要讲，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就昨天林佳佩在群里发，有谁想吃鸭架吗？没啃过的。你想起来了些什么吗？没有。我觉得大家可能……那你帮他回忆一下。不，我觉得你想起来没有关系，他想起来才悲惨。我想不来，我不想想起来了。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知道吗？啊，我不知道，该不是所有人都知道吧？怎么了？居然不知道，他啃过他吃的鸭架。就是之前有一次，李珊珊点了鸭架，然后说有人想吃吗？我吃不完了。不是，我说的是有人想吃烤鸭吗？我吃不完了。对。然后他们来吃烤鸭，结果许楚文一个人拿着鸭架在吃，那鸭架是我吃完了，然后把它扔了。关键是他说谁知道他吃了没有肉？许楚文说这个都没有什么肉，好像有人吃过，好像一个人。不。是这样的，是真的这样的。我看到那袋鸭架真的怪香的，啃了一口。第一个可能是鸭腿有肉，然后第二块可能是鸭骨头，拿出来一看，哎，怎么有咬过的痕迹？然后我问陈珊珊，第一块是他没啃干净。没有，鸭腿好像没吃，我好像就吃了。李珊珊每一个都啃了一嘴。没有没有，我好像就吃了两三块，因为觉得不好吃就没吃。我想问你，你为啥把啃了的扔回去呢？因为那袋我不想要了呀。你不想要了，你问谁要吃？我问他们吃烤鸭，就是说一个人来吃鸭架。他们津津有味，你也不提醒我。我没有关注你啊，你不知道我关注你。最后提醒你，是啊，是我吃过的呀。我晕。然后许楚文崩溃了几天来着？对，所以现在凡是有鸭架，我现在都恐鸭架了。拿到鸭架我都不敢啃，你知道吗？啊，有点。说不定你下次吃铜骨，那个铜骨就是他啃。下次你的铜骨粉要小心了。我不吃铜骨粉了。好，来，那林佳佩呢？我还没想到，再慢一点。好，你心里是不是没有？林佳佩，你根本就没有胸怀感恩。林佳佩，你想一想，好好。我太多了。你随便挑一个。全部说出来。你随便挑一个李珊珊对你好的片段就可以了。说五个。李珊珊对你多好。给你五次机会。李珊珊对你好的不止五次。让我想一想，让我想一想。好，先你们先。我都帮你一下就想到，但是我不敢说。那我们悄悄说。我也想到你的张琼宇。不要别人帮我想，我自己就能想到。我你想到了？那你先说。你想到了什么呢？我想到了，就是我有一次和朱姐出去看电影，我拉她出去看电影，然后我看电影看着看着我就身体不适，爱家的表情都下来了。不是，我们只是看一个电影。没有，我知道那次。对，然后我身体不适，你几乎不看电影，就是我们就抛弃了电影，我们就朱姐陪我去医院。哇！跟你说，林佳佩就刚出了。搜索，我想起过爱珠，就是那个，就是我有一次腰痛的，在那个就是跳完公演腰痛的，就是趴在那儿哭，爱家就过来说，啊，怎么哭成这个样子？我说我的腰太痛了，我必须去医院。然后爱家就说，明天陪你去，明天我们爱珠陪你一起去。我当时就听起来更难过了的样子。我当时就什么鸭子？我说听起来更难过了的样子。我然后我当时也不知道是该北京烤鸭。你是不是跟北京烤的鸭子去了？是不是过不去了？但是我有想到一个，就是以前灵芝，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在办那个什么特别公演，就是 Homie Tide 那个，那一次是什么来着？中秋公演，中秋公演，中秋公演的时候，然后我们因为很多人都在练节目嘛，就练得很晚，然后林芝就一个人洗了澡，就是我们还在里面大汗淋漓，然后他一个人、就是，我记得，来来这个叫你不能啊，这个说这个不能叫
给李佳佩，来来来，让李佳佩再想一想。然后我们就在里面练，也没有注意到外面有人。然后灵芝就是带着他洗了头，然后包着他的头巾，然后我还心想这是个谁呀、啊？怎么这样？然后他就进来，就给了我们每个人一个，是养乐多是吗？冰冻过的酸奶。林佳佩，你最没有资格说。我记得。没有，我知道你讲过的。林佳佩，我给所有人都特别感动，然后哥哥说啊，谢谢芝芝，他们谢谢芝芝，我也谢了。然后林佳佩，快过期了。林佳佩经常跟幽灵一样飘过来。李珊珊，你冰箱里的牛奶快过期了。不喝的话，我帮你喝喽。没有，我没有喝。林佳佩的所有零食上都贴上了标签，9月20号过期。对，因为我很容易把零食放在那里，然后就不吃了。我现在已经扔掉。那你为什么不给我们吃？不，他卖出去。我没有想起来。你扔掉都不给我们吃？那过期了你吃吗？你不过期的时候就不能给我们吃吗？我没想起来，我有零食这种。过期了才想起来给我们吃。下一次我去你房间帮你解决一下。好，还要收钱的。然后你呢？你有什么？我说过了，灵芝啊。哦，那搜搜呢？你呢？我没想起来。他肯定有很多。艾佳，不行，那个嘴角。艾佳压轴，快！我想林佳佩。林佳佩。哦，我还没有。逃不过的。我五个，大家都对你这么好，你怎么忘恩负义呢？你这个女人。忘恩负义。徐楚文刚刚问我，他，你先想哈，我再给你争取一点时间。刚刚徐楚文就想讲话说，我对你不好吗？我说好，你对我好，我就想起我那天一周跳了四场公演之后，他就觉得我很可怜，他给我发了个红包，发了11块1毛1，我就他在嘲笑我是个单身。因为那天是11月12号，是正好是双十一的第二天。嗯，你那天买了淘宝吗？嗯，那你过的就是双十一，不是光棍节。哦，对，很好了，他给我发了一个红包，然后我不是讲，你还没想起来，那我再帮你争取一个。不，我觉得李珊珊帮他争取一下。哎，李珊珊还没。就我手上不是长了一个猫癣吗？就是我没有养猫，然后长了一个猫癣，然后我就说我就想用皮炎平擦手嘛，然后我就给徐楚文说他刚好有皮炎平，我说那好吧，那我明天找你拿。他说他明天要拍综艺，他说他凌晨才回来。我说反正我凌晨也不睡觉，我可以凌晨再找他拿。然后他那天还生病嘛，然后过了2分钟，他说药膏从你门缝上塞下去了。我本来敲了2下门，没有人回应我，然后想吓你，然后就从门缝里塞进去了。嗯，对，然后想起来了吗？还没有。好，那个李珊珊想一想。我也还没有想起来。就是在场有没有谁记得谁对我做？你们两个就互相想一想，谁有没有得罪？有没有谁做过对我表？哎，李佳佩，你有没有体贴过我？你帮我拿个快递。哦，你帮我拿过外卖。哎，有，我跟罗涵玉一起帮你拿烤夹吗？是谁的烤夹？哇！好，我们两个就这样扯平了。我们这是体贴对方的好朋友。好，怎么？你为什么不鼓掌？你说什么？我没听到。我说我们真是体贴对方的好朋友。哎，是。谁爱给你当朋友谁当，我不当，臭肚子。好，到艾佳了，最后我吗？高光时刻。你呢？说过了吗？我说吗？我说朱姐。哎呀，太多了，说不完。干嘛？把你们牙收起来。哎呀，说什么呢？你就说最近的那个嘛，对，鸭子书包，怎么又是那个书包？我在路上碰，我们在回中心路上碰到张艾佳，因为我们7点钟上课嘛，6:55，张艾佳像疯了一样从地铁站跑了出来。大乔说不跟我们一起走，走不了，走了。然后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风风火火赶到中心去，原来是鸭子书。然后我还是晚上看了那个应援会的微博，我才知道啊。来吧，那个我们听一下第一视角的阐述。没有啊，就是回去嘛，然后就是因为之前我一直想要一个书包嘛，我的书包已经背了2年了，然后就觉得怎么背了太久了，我要换新书包。但是呢，就是朱一星就一直说我，他说好着呢，换什么换，然后说哪儿坏了，然后我就一直就说要找一个书包。然后主要是这个时候你知道灵芝什么的很 KY 嘛，然后你看这没有我，哎，
我不 KY 哦。我好像跟整个队的都说过，就是我没事我就说啊、哦、我没有买到书包 ，Oh my god， 没有买书包。然后林芝就暗示了，暗示了。真的很讨厌，就他把我说的就是那种很坏的女人，知道吗？我当时就，啊，是我当时说的是快给爱家买书包追星，对，那更 KY， 然后就他就说很多嘛，然后就让朱一星说自己买去，然后就我也没有什么期盼，主要是因为我就是挑书包很久嘛，然后后来那天就回去之后就发现就有书包了。哎，是怎么发现的嘞？真的很烦嘞。这我回去嘛，然后就回去之后，然后就是他就说让我看门口，然后我看门口就有一个纸条，然后一看纸条，画了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然后看不懂，然后他就说看起来好像是地图的样子，然后我就找，然后找了整个房间一圈没找到。然后因为看不出来，我也不知道他画的什么东西，然后后来他就把我领到了第二个地方去，然后我又打开下一个地方没有看出来，因为真的画的很不像，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第三个我还是看出来了，然后后来就在床下找了很久，然后就找到了，然后是一个书包。哇，林芝，你的巧克力还在吗？喂我一口，我想自杀。巧克力，因为我们单身狗吃巧克力会死的。大家都很有好看的书包，你有鸭子，我也有鸭子，是吧？可是我们没有猪。你就是啊。好柔软啊，我感觉。证明是真的。不错，可以。那我们今天有生助吗？对，有。然后首先祝 ID 为大梦想家的朋友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希望你在学校没在后面，在镜头后面，对，然后考试高分通过，能赚很多很多钱，天天开心，快快乐乐，然后越长越高，对，谢谢你的支持，生日快乐，耶、yeah ！然后祝 ID 为狗蛋的同学，祝你生日快乐，在国外要照顾好自己，好好学习，睡觉的时候睡觉，学习的时候学习，做作业的时候做作业，多运动，对，然后，希望你能早日来到剧场来看我，生日快乐，对，耶、yeah ！然后祝 ID 为令浅浅的同学，祝你生日快乐，然后谢谢，然后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然后也很开心，今天就是你的生日，你来到了现场，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所以说我们来做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情，无实物表演。是巧克力的对吧？是，你身上我刚还以为你是一盆水，打开水龙头，噗，意境一下子就没有了。李珊珊，嗯，加油。哦，我有两个生助，我第一个生助是 ID 为黑白猫么么哒，请问你来了吗？嗨，我虽然没怎么见过这个 ID， 但是既然你点了我生助，就证明你肯定还蛮喜欢我的。然后。你不要脸红嘛，对吧？祝你生日快乐，然后希望你以后也一直喜欢我。虽然我现在你没怎么老是出现，但是希望你以后可以经常出现，就是这样。然后贺卡的话，今天给不了你，对不起。但是你可以等待一下我的贺卡，我的贺卡真的做得很认真，就是不知道等多久，但是总是能等到的，对吧？事情总是会有那么点希望的，就是这样。谢谢你支持我，谢谢你喜欢我，谢谢你。耶。接下来这个 ID 不知道是跟谁学的，可能是跟14个人。
很划算，很啥？等一下，我数数。多出来的那个是谁？是我吧？可能。那可以 ，ID 为沈竹慈姿懒笑阳落重锦面翠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好，祝这十三个人生日快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阖家欢乐，身体安康，幸福美满，早生贵子，早生贵子，早点结婚，早点找到对象，快乐吗？这是十三个人来到现场有多少？那个别跑，那别跑，来，请来到现场的人举个手，举手，就两个，还有吗？没有，就这两个，请你们把最美好的祝福带给剩下的十一个人，告诉他们以后不要再拼团点生祝了，不然贺卡都不知道该怎么写。就是这样，谢谢你们，祝你们十三个人一起过生，生日快乐！耶耶，这里有两个生祝，祝，哎，哇什么呀？我又不知道说什么。OK。看哪一块好看？祝小景和大白你们两个天天开心。来，等一下，水盆，这么多，多少岁啊？多少岁啊？长命百岁，长命百岁。你这像郊游。来，一二三，五。祝你们生日快乐！哎，有分开，就是祝大白。就是越长越白，白白赚钱，白白开心，什么事情都是现成的。白白开心，听起来不是很开心。然后祝小景锦上添花，锦瑟无端五十弦。然后祝你每天都能够好好睡觉，好好吃饭，然后工作越来越好。你们两个都是那种就感觉就是工作很努力的那种人，就希望你们能够白白睡觉。对，来给你们，我睡得比你们早多了，祝你们生日快乐！耶！好的，那么还要生祝吗？祝一步不敢脱稿了，祝你生日快乐。本来应该是上个星期祝你生日快乐的，但是我忘了。对，希望你能在广州找到自己，称心如意的工作，然后什么呢？你家里的狗啊、猫啊，也可以早生贵子、早生贵狗、早生贵猫。然后你也可以早早的当上外公，然后你也可以自己找到对象，给你的狗狗啊、猫猫啊找到嫂子。对，就这样，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耶！还有一个是女的，名字叫每天都卑微的豆丁，你在吗？好吧，那你在镜头里面，祝你生日快乐。然后你不卑微，你也不是豆丁不存在，你是豆丁小可爱。希望你可以每天像红豆甜还是绿豆甜呀？都甜，只要是它都甜。葡萄干甜，反正是豆丁就很甜。希望你每天可以甜的像开了花一样，祝你像朵花一样甜蜜。每天开开心心，可以绽放你的好心情，绽放你的美丽。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耶耶！我只有一个生祝，祝蛙路鸡 Mickey 生日快乐。你的墨镜呢？你总是说我不会念英文，对吧？就是我自己想了一个生祝哈。你不是蛙路鸡，你是一个挖心的鸡，因为你把这个机器挖到了我的心里。祝你生。生日快乐！等会儿后半场你都戴着墨镜看哈，可以吧？祝你生日快乐，谢谢。是其他人戴墨镜，谢谢。耶、yeah ！我这里有一个生祝，祝 ID 为 Kimmy 的在吗？应该不在。然后看你的生活最近过得很好，我觉得你不要叫 Kimmy 了，改名叫啾咪吧。好，祝你生日快乐，谢谢。耶、yeah ！哦，这边辟谣一下，这刚，哦，只有你不想，没有，对对对对对，哇、哦，那我给你辟谣一下，啊、他们没有睡在一起，不是，就是我刚刚就是有点错误，就是他们各睡各的，对，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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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巧克力去吧，
好，好，那么接下来就有请我们下一组的小伙伴吧。耶！那就全部打开看看吧。一，说说队友对你做过体贴或感动的事情。二，如果有一部戏让你去，你最想和哪个前辈或后辈一起去。三，如果有一天王总送你一台房车，你最想跟谁远方旅行。四，说说体测时发生的趣事。五，怎样加上前辈微信的。哇哦哇哦，真是一些微妙的题目。选什么呢？选什么呢？选什么呢？不是王总送，我们也不敢收啊。为什么不敢啊？你敢？王总是我们的老板，他送我们房车就是员工福利啊。那他单独送你一个人呢？那我就送给粉丝。那是对你工作的认可呀。哎，你很有道理哈。为什么？王总听到了吗？你送我就收，然后我发那个微博抽奖送粉丝。但是很奇怪，为什么工作的好就要送个房车呢？就送个房车，送我个房子不好吗？送个房吗？不是啊，但是你开车去远方旅行了，你还怎么跳公演呢？哦，他是想送他走，所以送他房车。对啊，就感觉像顺风道夫那种感觉。那其实也不是不行，其实也不是不行哈。哦，房车很值钱的，总比顺风道夫好。可能他会让你开着房车去上海、北京公演，他可能会让你自己付那个车的钱。然后说我送你一辆车，然后自己去付钱。哦哦哦，他可以给我们支队一个房车，让我们支队去巡演吗？走到哪跳到哪是吗？啊，王总睡了。那你选什么呀？那选什么呢？我也选什么？我们这样四舍五入就等于把第三个话题讲了耶。耶！哇！耶！等会儿。选什么呢？选一个吧。那就每个人讲自己想讲的吧。也行嘛，可以可以，记住哦，有的什么话题，好，好，好，那我们从舒淇开始吧，嘿嘿，大家不要客气，那我们从舒淇开始吧，不要客气，早讲晚讲都得讲，你选什么？你选哪个？你选一个你想讲的吧，谁呀？舒淇，好吧，那我选第三个吧，啊，你想跟谁去远方旅游？因为我真的是。要是有台房车的话，那就整个队一起去啊，团建啊，就整个队一起去。对啊，去哪里？你包吗？怎么可能？包我们的费用吗？我觉得王总应该可以，他都已经送了台房车，应该可以包我们的。嗯，那他是想把我们队有房车的应该就不用花钱了吧？那我们队就不在剧场公演了，我们就在外面就我们可以休假，边旅行跳公演，边旅行边公演，公演就是那种嘛，房车上面不是好有那种感觉哦。对，可以可以。那你觉得我们要去哪里了？然后在这个路上还能录一个 MV。最想去的第一站是哪里？第一站吗？嗯，去泰国、新加坡站。哎，有有有，房车看不到哈，行不行？西藏、泰国、小的地方，西藏。西藏很少人，西双版纳怎么不考虑我们的票房问题？怎么就去人少的地方了？我们可以就是给动物表演嘛，就一种什么，提倡环保。啊，那你选什么呢？你还没说呢，不要投 MC，我跟你讲快。那我的话，我如果我也选三，对。哦。如果王总真的送了我一台房车，哇，太美了，我都不敢想，我跟你说，然后我就要带着，我首先我要带个会开车的，我发现罗涵月，你会，我超会，我跟你讲，你开的是那种车吧？哇，我首先就不带罗肯家容易翻车，对，哇，他车速太快，我就不安全，他很没有驾照。对，然后我就要带个就是开车很优秀的人，那就阿月。我还有驾照啊，你会想摩托？我开过摩托。你会想摩托？我开车可以给你开出那种越野的感觉。那是开赛车的吧？那不用了，是游戏厅里面那种车开得很溜，是不是？啊，你们都开车特有技巧哎。
然后我还想带一个就是野外生存技巧比较强的，我就是那种车在半路熄火了咱们也能活下来的，就是你负责推车、啊、那必须得我了，因为我什么都行。不是，我是小时候家里人兼职多，然后看了一星半点。那我就带上陈佳莹和叶舒。带我带我，我看了很多世界末日的那种，你要是突然世界末日了我还可以带着你活下来。你带我干嘛？带你吃吃吃虫子。算了，拜拜。对，就是这样，就这个。嗯啊，我的话我选个什么呢？我选个好玩的。好玩的，好玩的。哎，我也选伤吧，我觉得这个话题还怪好说的。就这个话题怎么说呢，如果王总不要如果了，王总送我一辆车的话，周总也行。嗯，对，周总也行。周总应该在看直播，他曾经信誓旦旦的跟我说过，我不会落下你们每一场公演。周总就算不是房车，我们平时开的那个大巴车也行。不太行吧，房车上面什么都有。改装一下呀，我们就是。然后贴着 TOP16 的头像出去旅游。对，然后怎么说，要去和谁去远方旅行，首先谁会做饭？我是个不会做饭的人。我会煮方便面。我会煮，我会。真的、啊、嗯，你会做什么？西红柿。我会煮饺子。谁吃？我也会。很贤惠的好吗？我还会烧开水呢。那你不如我，我煮饺子也要烧开水的。我还会煮汤圆。我煮方便面都要烧开水。煮饺子和煮汤圆有什么区别吗？你呢你呢？我会蛋炒饭。蛋炒、哎、一点竞争力都没有是怎么回事？我会炒饭。我会炒土豆。我会炒，吃的好素。有没有来点重口的辣的？我会川菜，川菜，我可以帮你做好了、啊、我会出火锅，口味你不会，我帮你试菜。不是吃虫吗？这个够重口味吗？这个太重了点。那我就带猪猪，带一个猪猪，然后谁会卖萌的？你要卖萌干嘛？对啊，你要就是一路上开车开累了，有个人突然给你撒个娇，你要说那没有钱的时候去外面卖萌那个求一。哦、oh, 对，谁比较擅长乞讨的？你要干嘛？你到底要干嘛？真的没有路费的时候，就让那个人下来求求你了。演那种演那种，就是你躺在下面。我们家女儿已经七天没有吃饭了。哦，看看多营养不良。看我这么圆，头发都没了。就知道。大乔好。小家伙可以带一面镜子，然后开车累的时候就冲着卖个萌，然后就把太危险了，太危险了，宝贝，一车的命呢。那就带猪猪还有小乔，哎，大乔，你带小乔也可以，也可以。然后在后面追。还有什么呢？就已经哦，谁会整理的？谁是爱干净的人？我最会搞破坏，我车都给你拆了。有没有爱干净的？就是那种黄楚英。啥？我不说我，我跟你是室友。怎么？但是我房间很乱，你也没说我什么。打个比，你还想让他帮你收你的东西？其实也没有，就是也没有，就是也有收过啦。真的吗？你没有收过吗？背后说。你不知道吗？我晕了。哎呀，怎么个爱干净法？你们两个竞争一下。好吧。那我们竞争了呢？你这个人怎么一点斗志都没有呢？他们两个都不想跟你走。我觉得不重要的是我们团里有没有会修车的。修车有啊，那种修车师傅那种感觉，好像只有感觉只有卢涵月能做到。他居然还能做到这个。我觉得卢涵月什么都可以做到，到车底应该只有他。哦，猪猪小乔卢涵月，我还得带上陈科，因为我需要人保护，他是我的保镖。那我要带上第七。中泰迪七吗？对，中泰迪七。哦、有我们那一群男的。懂了。居七，因为是居了那一期。没有，我们一开始是迪七，后来改了，改名字了。其实对，其中有我。迪七里面，我觉得三分之二都是居队的。好像是哎，真的。原来你是个男的。我。啊？不不不，男的只有哦，我不会带徐楚文。嗯。对，太。你也没有带我呀。是谁偷偷说了一句娘？因为你会搞破坏，差不多就这样了吧。有一个卖萌的，然后有一个收拾东西的，有个乞讨的，有个煮东西的。哎，没有会修车哦，一个保姆，有个修车的。你还需要一个拆车的，就是我。我挖掘机第一名。你，
蓝翔毕业的吗？差不多，最近在新东方进修。好，可以，也可以带你一个，那就一共七个人，我满了，我 OK。我要去哪旅行呢？要去哪？我推荐你去撒哈拉大沙漠。为什么？就我在前面猜，就咱们就在那儿别回来了。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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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绝对不要，绝对不要，我们去沙漠吧。那不一样吗？就先否定你，然后再认同你，给你一种升华的感觉。有点，有点，有点，对吧？对，可以去沙漠，然后我们挑战极限求生。对，第一天就失败了。不是不是，然后就可以拍一个 MV， 然后我们再回来，然后给大家分享。沙漠 48， 沙漠 48， 什么东西？对，差不多这样子，这样我就很满足了。你呢？大家都讲第三个，那我讲第四个。虽然我没有体测过，但是我初中三年，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厉害，特别刚。我跟三个体育老师都吵架了，然后事情经过是这样的：老师说过来集合，然后走很慢，他就骂我，然后我就很生气。他说：“那你不要来上啦。”我说：“不上就不上呗。”我就走了。他不会罚人，他不会罚你跑圈吗？他都说叫我不要上体育课了，我听他干嘛？我说：“那你就不要教我体育啊，我就回班上坐着了。”然后班主任问我：“你在这里干嘛？”他说：“体育老师不要我上体育课啊。”说。他说那好吧，然后我三年就没有去上过体育课。我的天，我就觉得我很快乐。然后我进团以后就发现我就该去上体育课的，太累了，跳工也。那你现在有去上吗？现在啊，我现在上体育课，但是我们体育老师都不跑步，他只让我们集合，你知道吗？我跟你说体育课真的是烦死了。我大一的时候就是我去上体育课，那个老师特别的那个，然后我就不想上，然后那个老师说迟早有一天你会后悔的，然后我当时没懂这个话，然后我大学毕不了业，因为体育挂了。天哪，大学还要考体育？打乒乓球。我以为我们体育老师是骗我的，没想到是真的，他也是这么跟我们说的，你们好好的好好上体育课，不然你们体育挂了就毕不了业了。就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就是让我们散开，然后八秒内集合，然后就下课让我们自由活动，不可以玩手机，然后我就躺在地上睡着了。他说你真的那么困吗？那你回教室睡吧。为什么我总是被体育老师赶回教室呢？我的天哪。唉，猪猪呢？那我就也说说三吧。既然他都送我一台房车了，就肯定是白日梦系列的，然后我就随便想想，反正也不一定是团里的人，然后我就带不是团里的谁呢，就是可以给我讲笑话的那种，就是可以在我很枯燥的时候。那必须得是真爱家。我呀我给你唱歌。什么？那只能是真爱家了。可以是不是团里的人，就是那种喜剧演员，然后可以在台上给我演出小品的那种，然后我可以再找点那种可以陪我打游戏的吧。毕竟你就说你认识这样的人吗？除了真爱家就没了吧。不，好真实啊。这个对话就是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反驳。打游戏的还是挺多的。我说什么呢？当我没说过吧。下一个。我觉得我要选三，就是我觉得王总如果送了我一台房车的话，我觉得看王总的面相应该不是坏人吧。面相。然后呢，我觉得那个房车应该还挺贵的，然后我就把它换一下，然后我觉得带上这笔房车的那个二手车的钱，我就可以离开了。我又可以离开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房车就是卖的钱应该100万吧，有吗？没有没有，那我要看他给你配置怎样的房车。你觉得王总会送你100多的房车吗？假设嘛，他说100万。对，100万的房车也不可能。就是如果想象的话，然后我就把那100万。他自己的车有100万，几十万的都不可能啊。然后我就先把它带走，然后因为我在这个团几年还不一定有那个房车的多呢，就是，然后过几年还不知道怎么样。然后如果真正的就是必须要就是去旅行的话，我一定不会带上人生赢家，因为他们两个开的说不定是小黄车，就是很危险，然后就是那种自行车，然后就载不下我，因为自行车不能带两个人嘛。然后可以坐在篮子里。坐在篮子里。篮子里我很重，然后就坐不上去。然后反正我觉得这几个 MC 话题都不太真实。然后你呢？那我选一个三吧，就是如果王总带就是送我一辆房车的话，我肯定会问问他愿不愿意跟我去，就是王总还有周总还有孟总，那我就是人生赢家了。
你要跟怎么回事？别人送老总一起去玩旅游，三个就那那你野心好大。不，他就带上我们成年人的世界好不一样啊！冰冰不划算，这样你就从旅游变成了司机。啊，不是，我说顺便带上我们 team 剧的。我不敢，我不要，我不敢，拒绝了呀。我怕他们说我们不认真工作，他们是好人。我怕我们好不容易出去旅游，然后他们一直在开会，就这个开完了，另一个开完下一个，会很吓人。刚好欣赏沿路的风景嘛。对，就是出去旅游一趟，还有就是最后一个 MC 怎么加上前辈的微信的？然后我还有就是在场里还有好几个想加的前辈的微信都还没有加到，就是在线寻求方法。就是我们不是有一个全成员的大群吗？你就直接点击加添加对方为好友。这群不就是全部成员？他是想加，他是想加其他团的前辈。就是广州的我都差不多加完了，满足了。啊，这野心还挺大，是吗？你想把全团加完吗？啊，也可以的。你是想加谁？你想加谁？跟别的团吗？对啊，上海的，就是比如什么 Seven Sexy 的。Seven Sexy 前辈，你就直接说你想加谁嘛？就是他们都想，因为他们都很优秀。看来大家都很清楚嘛，知道他想加谁。好甜啊！你怎么回事？好 KY 哦。那我说一下。我还 KY。那我说一下四吧。我就知道你会说四。就是体测时候的趣事，就刚上大学嘛，然后大一就刚体测完没多久，就前几个星期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是每节体育课分开测的嘛，就有一节体育课呢是测50米，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怎么测的，我们学校就是有个机子，就是啊第一条跑道，然后刷一下一卡通，然后就站过去，那一卡通你会记，就是你跑过去之后那边还有一个机子，他会帮你截那个秒数嘛。然后呢是这样子的，刚好有六条跑道，我们宿舍的人就打算一起跑，六个人，然后站好了之后呢，是这样的，就我们有一个室友就是第三条道，因为50米的跑道嘛，就是在那个400米跑道的拐弯角那里，然后就会有那种就是拐弯的那种虚线嘛，但是呢50米是跑直线的嘛，然后呢我那个室友呢就很好笑，他沿着那个虚线这样子跑过去了，然后刚跑出去之后就被我们体育老师喊，嘿你跑错了，然后呢但是他好像就自己觉得自己没有错，然后就跑出去了，然后成绩就得要重录。对，然后我那天跑完之后我就笑了他很久，就因为他跑错道了。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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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好，那我们有深住吗？你有啊？有吗？那我你有，那我这有个深住 ID 为字母爱吃包的粉丝，然后祝你生日快乐。然后这周的话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来回跑，因为来了综艺，然后也来了公演，然后呢希望我可以成为你的幸运女神，然后呢就你在来看公演的时候，就飞机啊什么的火车都不会延误，可以顺顺利利的然后来到这里来看我。就这样，生日快乐。耶、yeah. 还有吗？还有吗？没有。那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精彩的公演吧。耶、yeah.
微不足道。请大家在座位耐心等待，依次排队退场，谢谢大家。耶！预备备！三、二、一！真的不听，听在这里。谢谢大家。心中的我微笑往后
家，越保留越闪躲，感觉越是不可自拔。过去的忧郁全都抛下，属于我自己的童话，就在这前方悄悄的萌芽。世界正在大声呼唤，催我脚步加快，盛装打扮在这舞台，每一刻全力以赴才算过得精彩。我的路由我做主，把我幸福不能让步，青春是最珍贵的礼物。
越闪躲，感觉越是不可自拔。过去的拥有。